十二生肖是来自古巴比伦，亦受到古埃及和古希腊所影响的。由最初的蝎子、雀、鸟、鱼、豹和狗，衍生到今日的中国、南韩、日本、越南、马来西亚、新加坡等等。现在就由阿 Kim 带大家穿越时空，去看看大家在2017年的运程和感浪的。就如爱因斯坦的名句，空间和时间并不是宇宙的容器，假如没有内容的话，它根本上就不能够存在。属虎的朋友啊，经历了上年的2016啊，嗰个频扑唔稳定同埋改变，在2017年啊，你会觉得咧，一切都顺利了很多嘅，贵人运咧就变强了，财运方面咧亦都容易了得财嘅，但千祈唔好咧希望咧不劳而获嘅，因为你的财啊系正财，唔系横财，所以咧得财容易之余咧多了活动啦，但需要留意的是你的健康，但可以放心的，呢啲都是一些小毛病嚟嘅。对于属虎的朋友来说，阿 Kim 送给你的锦囊就是一切顺利平稳，其实已经是福利的，小病更加是大福，希望你有所得着，愿主与你同在。